好，让你们看一下前面的开头动画。等一下，我回一个 live 哦。War， 战争啊，战争。War never changes， 战争永远不变。In the year 1945， 1945年 ，My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great grandfather， 声音应该没问题吧？声音。Wondered when he'd get to go home to his wife and the son he'd never seen。啊，你们可以看 1080p 的高画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When the U.S. ended World War II by dropping atomic bombs o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 world awaited Armageddon. Instead, 核弹爆炸了，奇迹发生了。We began to use atomic energy not as a weapon.But it's a nearly limitless source of power. People enjoyed luxuries once thought the realm of science fiction. Domestic robots, fusion-powered cars, portable computers. 可惜是电脑，而以后的未来高科技。In the 21st century, people awoke from the American dream.之后呢，所有人都为了物资的耗竭，产生了 各分派系的大战争，还蛮悲壮的。Peace 成了遥远的回忆。It is now the year 2077. 战争是残酷的啊。Myself, 为自己 ，for my wife， 为 wife， for my infant son， 襁褓中的什么东西？襁褓。Time in the army taught me one thing. 哦，奎爱啊，我现在直接用讲的好了，就是可以麻烦你，其实可是你没有其他的社团呢，我想说就是叫你帮我把连结分享一下在社团那里。可是好像你的社团只有人人那边而已啊！好，开始了，开始了，战争永远不变啊！这在照镜子这个一个衰小样，就是我本人了啊！我本人就长这么帅，不好意思啊！啊，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我七大啦，好吧？这是我的七大，不准碰他，知道吗？好不好？啊，现在开始可以设定一下脸部表情啊。这个是预设值，哎，这看起来好像肖恩哦，那个《The Walking Dead》的肖恩，好肖恩不肖恩吗？黑人哥，我要用哪个呢？哇，这看起来那个中国风的，这看起来好像 Kobe Bryant。的直接连结，直播连结，对啊，你可以帮我宣传啊，没关系啊，反正有放的东西没放好嘛，好吧？选一个脸部的，不要了，我不要这个，我要换脸，我要换脸，等一下，换这个肖恩好了 ，face， 这个鼻子可以调，哇，可以调猪鼻子好了，好不好？哇，朝天鼻！哇，我就是人称的那个朝天鼻之男。然后看一下，滚轮可以往前推，哎，这个不错呢啊！哇，肿起来了，这还是人吗？你就被蜜蜂叮的这样，哇，鹰钩鼻不错，可以不要这样吗？等一下，我觉得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取决在于啊他的 nose 鼻子，好吧？
所以说呢，我决定要把他鼻子捏得特别有个人特色，独一无二的，好不好？这样子所有人就不会跟我一样了，不会跟我一样，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帅。我这也太尖了吧！到底要怎么让他更独一无二呢？决定。哦，哇，我看起来像老阿伯呢。Hello， 我的老婆叫做诺拉。Hello， 诺拉，看向你屁股。嗯，嘎爪啊，这个机器人居然叫蟑螂啊，嘎爪。Hello， 嘎爪。哇，万用型机器人哎，真好。为什么我都没有一个万用型机器人帮我上班呢？这样子我就不用这么累了。你闭嘴！好，我的小孩尚恩在哭哭了。看一下尚恩，你看，哇，结果连 baby 也变黑人了，我的天哪！果然他会根据你的肤色做改变啊，一点也没有马虎的、啊。我感觉我是这个家中里面最年长的阿公，常常被误会的那一种，莫名其妙。Hello， 避难所科技公司。Vault-Tec， 这个干嘛？讲一个话还要这样背对着这样子看？很帅气呢。高档居住环境让你能安然度过核灾的恐惧。You can't begin to know how happy I am to finally speak with you. I've been trying for days. It's a matter of utmost urgency, I assure you. 十万火急。紧急吗？哇，又来了！为什么讲话一定要背对着别人呢？ If you haven't noticed, sir, this country has gone to heck in a handbasket. If you'll excuse my language, the big kaboom is kaboom. It's inevitable, I'm afraid, and coming sooner than you may think. If you catch my meaning, now I know you're a busy fellow, so I won't take up much of your time. Time being precious commodity. I'm here today to tell you that because of your family service, 对国家有功，所以你被预选为本区避难所第111号避难所的居民。Vault 111，这么好康，我到底有什么贡献？我自己都不知道。难道我看起来像难民吗？所以你才说我有贡献吗？还是我长得像巧克力棒呢？你这是种族歧视啊！你种族歧视是不是？听起来很棒，你就要叫滚开吗？听起来很棒，靠北，讲一个话又要背对着别人，没礼貌，难怪会被歧视，情有可原。他妈的，一个老当益壮的节奏啊！这个蔡猛汉刚刚啊，因为 YouTube 都显示人名了、啊。多告诉我一些，是，又来了。背后是回答。Let's see。啊，这个开始选择能力了啊，确定。没有人有意见吧？啊，没人有意见啊，开始。Wonderful。火云邪神。Thanks again. Fake. Hey, it's peace of mind. That's worth a little paperwork, right? Right. Sean, no price is too high. No price is too high. Good answer. Good answer. 我老婆，哇，这我的车吗？也太棒了吧！我车长这个样子。小孩在哭，小孩在哭啊！机器人。Codsworth. You heard Codsworth. Go on. If I may.Sean requires your personal attention. A boy needs. 他刚刚叫我名字了，你有听到吗？他说 "Goodbye, Fake."
Goodbye, Vic. Hey, Codsworth. Now, don't you touch the laundry. I'll take Vic. 啊，算了。中国武力也许会被逐出安克拉治山，拉治了两国冲突。Hello， 小 baby， 来逗一下我的小 baby。啊，你这个小腊肠！现在看来看一下地方的天气。哇，你是想要跟我做什么？你这个动作，你要神秘诱惑吗？你这个姿势实在太诱人了。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我正在逗小孩呢，你不知道逗小孩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吗？你看，好，我还要转这个他才会开心。你都不能体谅我一下吗？奇怪，你把门关起来了，你想对我做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累哦。好，你要跟我吃早餐啊？讽刺他。那要做什么？我们改看电视好不好？我们不要出去了。不要吵啊！闭嘴！我现在正在那个增加彼此夫妻之间的感情，你这边吵什么？下一则新闻：目眩的闪光。哪里个？啊，核爆！果然真的又核爆了，跟前代没什么两样。哇，那我们要赶快跑了。Oh my god！ 怎么办 ？We need to get to the vault now. Now. Let's go. Stay safe, buddy. 拜拜，我们要走啦。肥仔大逃亡。Hello， 黑人夫妻档。我可以偷你的车吗？你看这个肥仔跑步的丑样，我想开我的车离开这里。不行，把这个当 GTA 玩了。哇，买 wife， 走啊！哇，真的每个人的车都好炫哦，超帅的欸。摩托车倒了，不能骑。妄想这个是 GTA， 还是我骑这台小的脚踏车，应该是蛮炫的吧？往哪边走啊？啊！我死了！干！怎么会这样？哪里嘎？我在观赏周围呢。啊！好啦，可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不能在那边瞎晃了。我们还是赶快跑吧！冲啊！哦，他那个下面有一个正方形，那个倒数计时的那个数字是我的任务的目标。啊、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走吧。快点，老当益壮！现在我还跑得比你们还快，你们这些嫩逼！我超会跑的。哇，这个推销员居然自己没有留自己的位置！来来来，快点！我有填名单，快点让我进去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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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哦耶！哦，给你，给你，给你，要爆了，要爆了，要爆了！给你哦！哇、哦、哇、哦，好漂亮哦！可是没办法看了，好想继续都继续待在这里啊！停了，停了！啊、我老婆嘞？我老婆也来了。哦、啊，我们会没事的。I love you！ 你在跟谁讲？对空气哦！哇、哦！哦，快点！核爆发生啦、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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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靠，上面的人八成全死光了，不是八成，十成，十成的人全死光了，好不好？太猛了！辅助轮大王啊！我们到了，我们成功了。上面的人全死了，这个不用讲了、啊。哎、欸，艾伯太太。Oh my god！
我要走第一个，你们都滚！不要听你们屁话，我要走了。这就是我们的新住所，完全无视他们，你知道？不要跟我讲话，我现在心情不好。闭嘴！啊，还领这个衣服啊？哦，买外服瞬间移动。神奇耶、欸！怎么做到的啊？原来我的外服深藏不露啊！你到底要不要跟过来啊？我的眼神好凶狠哦！耶、yeah, ，你可以走快一点吗？How long do you think we'll be down here? Oh, we'll be going over all that in orientation. Just a few medical items we have to get through first.别哭 ，Don't cry。I'm not going far. I'll just be over there. 好，进来了，换上衣服。我有换吗？哦，有换上了。先帮我消毒解压，请放松。要迎接全新的生活了。居民确认。步骤完毕。干嘛？啊！哎、欸，我怎么不能动？我被冻结了。哎、欸、，what the？ 这是一种冻结节奏，然后呢？不是说消毒而已吗？你怎么让我冻结了？哪里的、啊？启动手动控制，终止冷冻休眠。我真的被冷冻休眠了、欸，搞不好现在醒来已经好几千年了，有没有？This is the one. This is the one， 就是这个。这是谁啊？哎、欸，放我出去啊！哦、差不多，一切都会好转的。你想干嘛？放开那个男人！哎、欸，你想干什么？那我老婆，干贱人，不行！啊！你射了我老婆，我要射死你！他妈的！快点放我出去！你看三小，至少我们还有备胎。什么备胎啦？我不是你的备胎。他到底想干嘛？哎呦，我又被冷冻住了！干，现在三小啦，获得新体质激动人，那也不错啊，就跟那个艾尔莎一样啊。好，我又醒来了，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了。低温陈列遭受到严重故障，所有避难所居民立刻疏散。难道说他这避难的意思叫我们永远长眠就对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根本是一场骗局嘛！我老婆。哎、欸，这不是我老婆，我老婆怎么说换人了 ？What the fuck？ 啊、哦，我老婆在这里。快点，我老婆。I'll find who did this, and I'll get Sean back. 把上恩带回来，我保证。这一代剧情应该又是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啊，三代是要找回自己的爸爸，这一代要找回自己的儿子，怎么每一个剧情都是要找谁找谁这样子啊？啊啊，肥仔肥仔还是一样没变，英勇的肥仔。这什么也没有啊，对吗？不能用的中锐机。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这是什么 ？Anyone？ 有人在吗？我害怕一个人。哦，有东西，有东西可以拿。哦，有铁锤，无法打开，开这个好了。冷冻猪肉，下一代要找回自己的阿公阿嬷，有可能。啊，搞不好在下一代要找回自己的青春。哎呦，立像，怎么会有很像奇怪的神秘生物啊？装备枪支啊，这个系统出现了，太远打不到啊，只要很靠近才有用。装备一下枪支啊，然后呢，你看哦，使用这种攻击方式呢，它会有显示数字，这些数字代表命中率啊。那 OK， 然后之后你每点一个东西，你每点一个部位，它右下角都会有扣 AP 值。通常应该一枪就挂掉了，而且还不见得射得到。算了，这对他开个三枪好了，这也开个三枪好了。然后接受，好射了，啊射不到，超弱的、欸。啊，还是没中，我真的超废，算了。自己射好了，自己射，哦耶，太多只了吧？你想干嘛啊啊啊啊啊！啊！妈的嘞，这么靠近，都去死啊！不吃，哦，暴击，还有一只哎，不吃，旁边飞来一只了，哇，咬到我了，干！好 ，BB 小子 ，BB 小子到手了，拿死人的 BB 小子，带这个还蛮炫的呢，我觉得。King， 也就这都长灰尘了，而且我很纳闷，他这样都不会没电吗？他的电力来源 ，BG。好的，这干嘛？充电吗？哇，你看我光弄这个，我弄了多久时间了？一个小时哎，靠腰嘞。这游戏好耗时哦。Step back。让我进去。快开啊！那我力量就不能点这么高了、啊。我还是玩远距离啊，拿枪的好了，有点比较习惯拿枪的。感知八，智力八，运气四。智力好像不用那么高欸，智力四才对啦。对啊，智力四啊，运气四，智力四，感知八，这样多少了？16。16完之后还有5点，不知道点什么。好，你看，变更外观，变更能力，真的，我觉得随便点好了。好，就这样子啦，不管了，接受，完成避难所，耶了！我花了一个小时又20分时间在弄这个人物跟天赋啊。升级不能点属性啊，升级只能点天赋啊，你还不懂这个吗？耐力满巴萨卡，哇，我到了外面的世界了，哇，好漂亮啊，我依旧是个老人，
Hello。啊，我的老天爷！真的是你。You。怎么啦？What happened to the world? Well, besides Archeronium still being the envy of Sanctuary Hills, 只有佩列都可以让我 3D 晕而已。Things will be so much more exciting with you and Mrs. 拆解变资源了。你跟太太在有趣多了，你太太在哪里？干，你是要说到我伤心处吗？他们被杀了，他被杀了。They killed her.被killed了。These things you're saying, these terrible things, I believe you need a distraction. Yes, a distraction to calm this dire mood. It's been ages since we've had a proper family activity. Checkers, 跳棋，字谜。Sean does so love that game. 他这个是真的很故意哦，还问我尚恩在不在，就被抓走了。他被绑架了。欸，我的枪怎么这样子拿啊？嘿嘿嘿。Hey, Cartsworth. 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Just tending the garden, sir. Though it is hard to be a green thumb when you lack the requisite digit, I'm afraid. 全都死了。Bastards really did it. Everything's dead. Everything's dead? Ah, yes, the garden. The posies have been problematic, I admit. Ah, if only the missus were here to help. Where is she, by the by? 他不是死了吗？你是宕机了，是不是？ They. 这到底在干嘛？他干嘛又在问起？这都看过，这都看过。他被绑架了，200年。原来现在已经200年之后了，超过210年。主人，地球自转现今有些误差。哦，你真会算啊！我已经沉睡了200年了、欸。啊哈。